用三个苹果让女友时间轮回。起来吃饭，12点了，十个苹果要学校了。有病啊！补补水，没放个电视啊？放呗。我倒是看见肠胃在打来福。哎，我一看就是肠胃在打来福。甜吗？苹果？挺甜的啊，挺甜，挺甜，都吃着啊、哦。嗯，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睡觉，不看，嗓子打雷。干什么？起来吃苹果。还吃苹果？我刚给你买的苹果。不可能，我刚才都吃一个了。你吃啥了？苹果呀。这刚才几点？12点。现在几点？这不还12点？你这不你做梦了吧？快点的！不可能！补补水。你放个电视。放。就是肠胃打来福。啥玩意儿？又是肠胃打来福。你这么奇怪呢？怎么今天？我刚才做的梦，我就看这个。完了，你这疯了！我快吃吧，吃完赶紧睡觉。我感觉你现在有点精神恍惚了，怎么感觉？不吃了。干啥去？睡觉了。起来吃苹果。还吃？啥意思？现在是不是12点？啥意思啊？你看，我操！地上鞋是不是一正一反？你看，你咋知道的？完了，我出不去了。啥意思啊？完了。吃个苹果先，补补水。啊？要不我给你放个电视看看？看不看了？看。什么神经兮兮的一天？大人，我看见肠胃在打来福。这已经是我第三次看肠胃打来福。你咋的了？不对呀。干啥拿手机看呀？拿手机了，你耍我呢？